我认为啊，乡村振兴这一块首先得讲产业，从根本叫老百姓要真正富裕起来。然后富裕县两大支柱产业嘛，一个是泥产业，还有一个稀有产业，都靠运河。这小涛啊，一个在去啊，也管叫刘总理，也管叫刘老师的，叫嘛的有。我还不太喜欢这高大上的名字，你叫老刘多好。我就是管梨树的嘛，我又姓刘，又老了，你叫丽江老刘。正好就拉他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嗯，烧了20-30公分的，把上面墙都去的。哎，对，这个品种叫雪青，黄冠梨，它的亲姐俩，双胞胎。这个品种呢是它的名叫新的七号，它乡里的儿子。不客气说话，上大学4年，大学毕业上地里不敢下田了。我从小在这梨窝长大的，我当然我就知道了，我是干嘛的我不知道。实际我就是一个庄人，至于说多么高的文化咱没有。我是16岁下的校，初中毕业，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就走在伯镇，家里俺母亲带着我是老大，下面还两个妹妹，还一个兄弟，过着很难。我看老子这么难，说嘛这个校都不上了，不上了，上挣点挣五分去。到秋后，我记得算账的时候，开价5毛钱去，俺娘搂着我哭，说咱可不拿缺粮了，咱拿缺粮。咱们刘老镇村啊，百年以上的老梨树有5000多株，说百年以上的实际数呢都是350-360年了。因为咱靠京杭大运河嘛，咱们这个村因为这个古树比较多，成为这个运河古梨第一乡。但我16岁接触梨树，一接触这个东西都迷人上了，甭管梨树啊、苹果也好，从桃、杏、梨这一些。我都特别特别好学，什么书都看。那时候哄我趴了被窝子，越看越精神。人家他们都说看书看了一会儿看睡着了，我看书呢半睡半睡的看，就把原来衡水市林业局编的有一个中专教材，一点点K出来的。杨秀菊、吴艳英、王秀凤。所以今年咱授粉呢，跟每年咱要求不一样。每年是花量大的时候，说咱要一大伙呢，说一户园咱点一朵花，点一个花序。但今年呢，咱要求是面面俱到，因为花量少，还有败鱼的花，所以说今年咱得。南锣河属于这个村委会办的合作社，因为这些原因，他在各家各户的分着，为了提高产量，玩命使用化肥。大水大肥，吹的那个梨光长个，品质都下降了，土壤也污染了，所以说俺们都从这点上都想下决心整。这几千个老梨树是吧？重点提高品质，除草剂不打，化肥不上，年年上点有机肥，上点有时候买点豆粕，到第5、6年上，这品质上来了，再吃上梨的味儿都不一样了。我们品的这个。专家呗是吧，他一咬，哎呦，20多年了，真的尝到老鸭梨的味儿了，不行我得带一点儿。尽量的接短一点，不能超过3公分，哎，愈合得快，整个树的时候这嫁接这跟人做大手术一样，跟人器官移植差不多。就在我的园子里十几个。跟那个百花园一样，这个品种是叫苏翠一号。你说你要吃这个梨的时候，你要找个地儿倚着。说为什么？说怕甜个跟头。我在我这试完后，再给大伙推。知道我在老探索，没想难题，技术上难题和我想法攻克的。不行，我就淘汰他。
不少这个了，是吧？骨科水猴，那真是天底下水猴，浇效果好。浇水毕竟是饮水，这个饮河水是属于养水，水的质量不一样。原来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运河的水，那是水都是浑的。干涸多少年，没水了，多少年都没水了，倒垃圾，乱七八糟的。反正这几年运河水量比头年多了，现在的水跟咱原来的水不一样了，现在是清水。现在农村振兴确确实实给老百姓带来好多好处。我这一辈子干了几件事，一个是吃饭睡觉，还有管手。说一年365天，我大概也就是春节歇个7天8天的，几乎是天天当地的。也70人了，每天干的走了1天道，到晚上的腿也疼，脚也疼。该睡一起觉就缓下来了，这个还得干啊，是吧？小周从这方面能给老百姓提供点帮助，也乐得心动的事儿。